老公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，你已经被我家里认可了，我现在已经取完户口本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现在正在去往别人的路上，我们民政局门口见吧，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、合法的在一起了。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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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紧张吗？不紧张。走上。南博，你今天在干嘛呢？干嘛？我已经观察你朋友圈一个礼拜了，今天是不是要跟他结婚？肯定是。南博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任性了，我再也不和前男友蹦迪了，而且我再也不嫌你没车。这，停！哎呦，太狗血了！要干嘛呀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改天再闹行？那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不闹了。说，来，户口本给我。啊？你别有病给！今天别想结婚。三个日子还长着呢，你起开，拜拜，你起开。不好意思啊，媳妇。哎呀，小场面，小场面，我早就做好了结婚之前跟你前任斗、结婚之后跟小三斗的全面准备了。这再说了，我是纯爱战士，我怕过什么？